这个委员将我们手上的这个牌子呢放到我们的中间。就结合了篮球啊、棒球、足球，其实很多球类都在这个运动里面呈现出来，它所有的技能都在这个运动呈现出来。这十年来我们真的培养了很多的球员，也推广到不少的学校，从小学一路到大学，一共现在有52所学校。我们今天呢，当然10周年，我们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心路历程发展过程。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很多国际的友人，对，借这个机会也把比赛呈现在大众面前，很希望大家都来看这个比赛，看看什么是带棍球，它的比赛如何的热情。我们当然希望将来它是像篮球一样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。